俺来姐第二有顾客，他又回去了。哦，咱来看呗。行，咱俩还看不啥了。我刚才看了看他家的，还挺好的，上他家看呗。你买个什么样的？你想？我想买个品牌的呗，然后能用得住的。你这样不行吗？你搁给这个品牌店先看看完以后，你拍张照片，咱上网上去买呗。都差不多的价呀，在实体店买的话，最起码能看见效果，能看见灯光的效果呀，然后样式呀，在网上看不清楚。那你搁这，我的意思就是你搁这个实体店先看看好什么样似的，你拍张照片，咱俩拿着这个照片上网上去买。那差多了，那省好几百。差不多了，你看看他家的在网上跟实体店的价格是一样的。阿莲姐，昨天我们去买空调的时候，都是一个空调能省好几百。省好几百什么？配置一样吗？一样的，一样的。一样啥一样？网上都是减配的。走，你别管了，你负责给我讲价行了。我看好啥样的买啥样的。行，我不吱声。讲价不能不吱声。行，这个好看。这个那个也挺好的，那个带钻的不好看。这也行，这可以，这也行。啊，这个也行。对，好不好看？行。啊，好看。那就用这个，行。多少钱？1280。1280。对。一套。一个。你算一下看看，那都是邻居的。哎，你算新鲜的，能给你做的做了。对，你做的便宜点。还没选蓝灯哈，啊，对，那个一会儿选就行。你先看这四个灯多少钱？打完这，2600。打完这2600。2600，还这两个小灯，还差两个小灯，就是走廊那个灯，那就普通的灯就行，就是10块8块，30-20那种。30-20的假的也行。这是普通吸顶灯了。啊，就这样的，就对，就这样的就行。这样不也是30-50的呗？是不是？啊？那个小麋鹿的，这个啊，那个啊，80。麋鹿的和旁边这个。这个啊，行不行？可以。行，这样是2600，我就不跟你讲了，那俩灯就送给我们得了。行了，行，今天就定了。好。哎呀，还行吧？嗯。这等于打了个85折。哎呀，85折，等会儿了多给你介绍两个客户。不讲价了你啊？哎，叫你来讲价的，你咋不讲价了呢？我们这个9折是最低的，你跟我讲。你今天咋回事啊？咋不讲价了呢？我怎么过来不是让你讲价的吗？给他讲了呀。就送两个小灯就行了。啊，一个80，两个160，还不行吗？人家力度不行。他上面写的不让讲价。怎么不让讲价？你啊，两个小灯本来就是送的。那你给他怎么不给他讲啊？大灯你不讲价，你小灯。我让你过来干嘛？不是讲价的吗？他是不让讲。你在那糊涂个子儿，你也不放上你啊？你怎么不讲啊？老让我讲。你脸皮厚呗，让你过来就是讲价的。啊，话多吧，还说是说俺嘴碎；话少吧，还不行。你真的是，用的你的地方了，你不放上了。我感觉还可以吧，这个力度应该还挺大的。你老是你跟人讲，你跟给人500块钱，人能卖给你啊？谁让你给500了？那你非得买品牌的？你要嘴巴别说了。本来今天就是让你来讲价的了，你看你平常买个30-20的东西，你讲的一包带劲的。你今天买好几千块钱的灯，你咋不讲价了？你这什么逻辑？我讲了呀，他说不给你打9折吗？人家说打几折就打几折，那你怎么不把折打狠一点？他说打9折，我说不行的话能打8折吗？他说不能。然后他说我们店不讲价，他说你看看那个小牌，然后一个小牌子上面写了，本店概不讲价啊，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了，是不是今天不花你的钱了，所以不讲价了？啊，你去3-3买东西，你买个30-20的，你给人家讲一半。哎，他不一样啊，他这是品牌的人，他怎么不一样啊？这也讲了呀，也讲送灯啥的，不一样吗？哎。讲的不到位，根本就没讲，好不好？人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，也算讲了，打折嘛，就是高档的，什么人啊你啊？讲价嘛，那是属于是。你要买东西再不带你。你要嫌买亏，你可以
不买，你可以买便宜的，你就嫌。我让你过来是给我讲价的。那你讲啊，你老是让我讲干什么？你脸皮厚啊，还脸皮，所以让你过来讲啊。你看这是说也不好，不说也不好。该你说的时候你不说，不该你说的时候你有的是。你嫌贵，你可以给他讲。你说太贵了，你给我便宜点呗。你也不放上，行？你说行，那就行。那你不嫌贵是不是？我一我说，俺家就用17块钱一个的灯。你说我嫌不贵不嫌贵？他一说，那你嫌贵，你讲啊，你倒是讲啊。哎呀，讲的也不行，人家也不让讲。还不讲拉倒，走，完钱也交了。对呀、啊，这马后炮，你钱都交了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啊、你快走吧，别说了，又得扒吧。行。有病？是不是有病？就有病，怎么这么烦人呢？啊，大老远。是烦人，是烦人。大老远让你干嘛？你不知道啊？大老远过来，跟你一块选灯，给你买灯。大老远让你过来。你知不知道干嘛的？嗯、对啊，就过来。你问我，你知不知道干嘛的？一块看看哪个灯好看嘛，以后咱俩。我问心失败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过来你就失败你。大不了给你报销一半呗。走吧，回家吧。走吧。我上哪去？什么？归你家去上哪？归我家干啥呀？一块回去呗。今天去那个开灯开的怎么样？还行、嗯、定了嗯嗯，2600块。2600块，四个灯。哎呦，这么贵吗？嗯，对呀、啊、贵呀、啊、嗯，贵吗？贵呀、啊、那个干嘛好了吗？你管那小姑娘吧。嗯，干嘛？我给她讲价。对，我给他讲少了，他老埋怨我，说我给他讲价讲少了，不会讲价了，又什么的，说了我一路。嗯，他反正是能挑你毛病。啊，对呀、啊，老能挑了。反正以后你以后你再买东西，我不给你们去，你自己去。哎呀，你自己讲去吧。买东西我再不叫你了，就他自己去看买吧，不用管他。嗯，又嫌人家不讲价了。当盘菜了，你不上桌儿，你讲也不好，讲也不好。哎，太难了，太难。向谁说呀？太难了，太难了，跟谁老知心嗑啊？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再难也要生活呀，勇敢的去拼搏，辉煌就是你的。有的人缺钱，有的人缺爱，人开着汽车还的房贷，有的人住着洋房。